那里不能站，拉着你说一个。不卖房，这社会上有很严的影响。我可以很负责的代表广大同志说，这个责任我们认为应该由政府承担。我司法誓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。如果有人想在台湾炫耀武力，